自己的开支。演说员，现在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时候，现在究竟谁会赢呢？到三十秒。广告一下，请不要打台，谢谢。欢迎回到 TVBS 电视台，今天现在为您转播的一样是咏春拳大对打，是体育大对打。现在呢，师傅跟学生打的相当激烈，旁边坐了一小组说，不禁赞叹说：“一分钟。”师徒对打真是太棒的教学方法。谢谢大家，我的老师。好，下一则新闻是。一分半。两分钟。快点！